翻吧，行，对，另一个也翻过来了，挺新鲜的，好。老好吃了，一般一般吧，全国第三。哎，味道老好了，我觉得挺好吃。还行，没有土腥味儿的。对呀，所以这个哈，做这个的要诀就是过油，要先炸一下。做这个的要诀就是过油。要先炸一下。